那个小册子拿了没？拿了，拿了，我拿了新版的。新版的老板的，我拿哎，老板的拿十版，那就够了。还有我们基友会的会旗，小的彩虹旗，全部都在这里。我是重庆的，小弟妈妈，我是一名中学老师。我女儿是同性恋，也就是说她是拉拉。在我的女儿的鼓动之下，我就去参加了这个协力培训，就一直到现在就开始做了同志公益。以前开展活动的时候，我记得就是家长参与的很少，那个时候我真的还找不着一个家长。我记得啊，只有我还有一个刘姨，就是她和她那个女儿抗战了8年的那个，后来孩子出柜了也多了，然后家长加入我们群体，就逐渐我们家长的队伍就壮大了。我是重庆的从容妈妈，我的女儿是一名同性恋。退休以前呢，我是一个公务员，她是以写信的方式给我出柜的。那一年就是我生日的时候，他把这封信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。其实我真的现在想起来，我挺感激他的，他让我有了自我。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件事情，我不会接触这个群体，我不会想到出来做公益。比如说要发言呐、要写一些文章啊，然后就每一次，比如说人家来邀请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对，然后我就去做。我进群的时候，好像像我这样给吗？好像只有我一个，他们都是拉拉妈妈的多。当时好像对这个术语还不太清楚吧，他也问过我，你是儿子或者是女儿，我就简单的告诉了，然后我就不停的很好奇的就问他们了很多很多很多，我觉得我心里面释然了，我觉得原来不但全国有，而且我们重庆都有这么多的妈妈们啊。我是2013年8月份就进入了亲友会，特别是一次协力云的那个热线培训吧，通过热线的接听以后，就来得很直观了，就可以心与心的交流，就可以听到彼此的心声。那个时候，真的对我触动很大。我就想到，可能有更多的家长、更多的家庭、更多的孩子更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我觉得要天下更多的同志孩子、更多的家庭活得幸福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今天我们同志还有我们的家长一起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分享吧。你们在这里可以讲出你们的故事。那么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也看到在场有不少新面孔，也有不少老面孔，那么大家相互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丽妈妈。大家好，我的网名叫小白，我的真名叫李新莲，然后参加亲友的活动很多次了，这次也非常荣幸的来到现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海的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的千水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的千水妈妈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从容妈妈。大家好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悠懒妈妈。可能今天呢应该算是人最多的，我原来都没有想到今天会到这么多人。我们家头的这个故事的话呢，跟到绝大部分家长家头的故事是一样的，没得啥子特别的，我就简单的做点介绍。我们家三口之家，我有一个26岁的儿子，他叫潜水。我是潜水，毕业于重庆大学。那天晚上喝了一些酒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就到那种状态了，然后就给妈妈说了。
他当时都停顿了一会儿，他说的妈妈，我是同性恋，我就把他忘到起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哎，我就回家了过后，我夫人就反正心情非常沉重的告诉我，他说儿子说他是同性恋。进了屋以后，我实际上是瘫坐在床上的，瘫坐在床上，然后就是跟妈妈抱头的嚎啕大哭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让这种子，让自己这种子情绪，宣泄出来。当时我就想，在这个时期内，我必须和我家人在一起。我就下了决心，到公司辞职。总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高兴起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笑容啊？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出来看一看，然后说我们家里面的，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不止我们一个家庭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是要跟其他的爸爸妈妈聊一下，然后可能会好一点。反正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潜水妈妈不说话，一句话都不说，非常痛苦。潜水爸爸他可能作为家里边的顶梁柱吧，他还和我们一起交流。我感觉这个爸爸他确实就是很希望就是得到这方面的帮助，因为很多家长在孩子跟他出柜以后，他会就回避这个问题，他会逃避，他不相信，或者根本就不谈这个事情。只是当时就是一个想法，就是听听别人，听听别人家的故事，看看别人在遇到这个事儿是怎么处理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当时还是，自己也悲伤，听见别人家的故事也悲伤。从小林妈妈他们那个地方知道了，然后十五号有一个那个恳谈会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报名过去参加了。我确实知道这个当父母的那种压力和责任，确实付出的够多了。当时比较感染我的还是刘姨，她说了她跟她女儿的八年抗战。她说在这个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必须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。所以他就立刻就辞职了，就陪着他的爱人，他的儿子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动。我觉得这个爸爸是很有爱、很负责的一个爸爸。就这样，我们每次活动都带上他们，他们也非常的积极。就这样，我们就熟悉起来了，然后他们的心情也逐渐的就好起来了。因为最开始是这样的，我们去广州，然后我们因为我想的就是我们去参加那个会，然后听听大家的故事，然后一直最开始的时候爸爸是很担心让大家看到他。一家三口都来了是吧？对对对，站起来认识一下，一家三口，儿子和妈妈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儿子很激动的啊。其实我后来从成都参加恳谈会之后，我就听小丽妈妈们说，潜水爸爸和潜水妈妈，然后就是回去以后就一直在参加亲友会重庆小组的活动。然后当那个大鹏然后叫我爸爸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我爸爸很自然的就站起来了。我当时看了他一眼，我当时就心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然后就感觉哇的一下就控制不住情绪，然后就开始哭了。然后真的就是被爸爸的那种就是行为感动了。我跟从容妈妈在说过，如果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的家长能站出来，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，能对其他的一些家庭，对其他一些孩子有所帮助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件功德的事。其实是心疼孩子，心疼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说我作为父母能够接受孩子的话，那所有社会其他的人的接受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看到你非常激动是吧？有点激动的哭了。当他们在广州那个恳谈会上发言以后，就是潜水表达自己对父亲母亲的那种感激，然后
他妈妈就站起来拥抱他，然后他爸爸从后面再拥抱他们俩，真的当时那个场面确实让我非常感动。我觉得他们一家人，你能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成员之间是有爱的，他们有那种爱的表达，有那种感情的流动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就是我帮助过的这些家庭，只要是父母真正的爱孩子，那肯定出柜是比较容易的。我是一位奶奶的母亲，我女儿在初中的时候，我都发现她有那方面的那个倾向，那时都觉得跟她断绝关系不能接受，就是那个一个固执的一个态度。到后来过后的话，在医院去听到起那个心理医生说，他那种是属于天生的，不能改变。那么你做父母的，都只有改变你们自己。我就晓得有那个一个群体的话，是属于国家，也虽然没有现在说法律没认可他们，但是是属于欺骗化，也认为他们是正常的。所以我认为这部分群体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，所以我就下决心和亲友会的同志们一起，要向政府提出呼吁，要他们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利，得到法律的保障。我们重庆的家长有一个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准备推进五个同性婚姻合法化，我们需要我们大家的签名，这是一份那个倡议书，打算把它交到那个重庆的法制办，还有人大常委，还有就是那个妇联，还有就是民政局，就是那几个单位主要的。因为我是曾经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要得到政府的支持，必须要走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反映这个事情，得到有关部门的同情和支持。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引起重视，能够往上级反映我们那个同志的生存的环境和我们同志家庭的需求。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个5点建议我再练一下，大家看有没有什么异议。推进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5点建议：第一，建议加大我国对同性恋知识的宣传和同性婚姻立法的舆论宣传；第二，建议国家领导人发声；第三，由国家民政部制定和颁布《中国伴侣登记管理条例》，在中国实行伴侣许可制度。为了慎重起见，条例可以采取试行的办法，条件成熟再转为正式。这个建议如果说国家采纳的话，就能够推进我们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了，那么我们国家就更加的和谐，因为我们同志家庭就更加的幸福，我们同志也可以生活在阳光下，和异性恋一样，就没有柜子了。